Later.哦，对了，你不是缺管家吗？正好我是管家，我现在就去干活去。捡到我的包的人是他？难道我误会他了？不应该啊。哎，我还是留下来调查清楚，不能住青青草原。少爷，少爷，那个你晚上想吃什么？我给你去烧饭吧。等等，我记得我没有让你留下，还有你凭什么让你可以留下？哎呀，这就太伤感情了，留不留的不重要，咱先吃完晚饭再说，你说对吧？我怎么知道你没有下毒啊？哎呀，我可是奉公守法的好公民，你怎么这么想？ 3 hours later， 哎，少爷，快尝尝尝尝，我好不容易做的，很好吃的。怎么样啊，少爷？关于那个，休息两个月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好。为什么让你可以留下？再休息两个月。我操！啥也没有啊。谁呀？喂。听好，我要你留在我儿子家，照顾好他的生活起居。条件是他的任何举动都必须报告给我。如果你做不到，我有的是方法让你在这座城市活不下去。谁是你儿子？你现在在的这个房子主人就是森威尔集团董事的儿子。我干不了这活，我自己都照顾不明白。我这我不行啊。3万。不够。5万。提前就见外了，住吧还是现金？好了好了，他回来了，以后再说。你在我房间干什么？我这不是在给你打扫卫生吗？然后没有允许，不允许进我房间，出去。好好好好好，等一下。Say, hey, hey, now, baby.